怀有双胞胎的35岁前日本 AV 女优苍井空预产期于本月30日，届时会剖腹诞双胞胎，并将整个剖腹产过程在网上直播，与粉丝分享人生最重要时刻。而临盆前，他差不多每天都报告最新近况。今日他透露，昨日做了产前最后一次检查，检查结果他的体重比之前又增加，仅一星期已重了2公斤，怀孕后共增重了20公斤。他觉得这个星期相当辛苦，因为全身出现水肿，完全见不到脚踝，而且胃酸继续不时倒流，腹部过重，睡觉时呼吸短促，苦不堪言。